好，我是水果奶奶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第十届台湾国际儿童影展就要来了。哇，今年的主题是未来旋转门哦，里面啊有很多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观赏的好节目啊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旋转跳跃我看儿影，还可以上公视加免费看哦。